Expand your vocabulary with our Core 2000 Words ebook. It's free and packed with essential expressions that you'll use on a daily basis. Start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today.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download your free Chinese ebook before it's gone. Hi everyone, I'm Gabriella. How are your Chinese listening skills? In this video, you'll have a chance to test them out with a quiz. First, you'll see an image and hear a question. Next comes a short dialogue. Listen carefully and see if you can answer correctly. We'll show you the answer at the end. Are you ready? 一个男人正在一家珠宝店里寻找给太太的生日礼物。 他打算买哪条项链? 您想买什么? 我想送我太太一份生日礼物,有什么推荐的吗? 好的,这条项链怎么样? 看起来长了点。 这边的这些呢? 这一条是花形吊坠,另一条是心形的。 我想要更精致一点的,这边这条珍珠项链多少钱? 5000美元 太贵了,好吧,我要最开始那一条。好的,给您。他打算买哪条项链? 一个男人正在一家珠宝店里寻找给太太的生日礼物。他打算买哪条项链? 您想买什么? 我想送我太太一份生日礼物,有什么推荐的吗? 好的,这条项链怎么样? 看起来长了点。这边的这些呢? 这一条是花形吊坠,另一条是心形的。 我想要更精致一点的。这边这条珍珠项链多少钱? 5000美元 太贵了,好吧。 我要最开始那一条。好的,给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办公室里谈论打印机。旧打印机在哪儿? 我们把新打印机放哪儿? 我觉得应该放在旧打印机的地方。但是旧的还能用,我们打算继续用它。 好吧,那新的就不能放那儿了。真糟糕,要是能把新打印机放在门边的书架上就好了。可是那里只能放一台。是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房间的另一边。对,放在窗边怎么样? 不错。旧打印机在哪儿?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办公室里谈论打印机。旧打印机在哪儿? 我们把新打印机放哪儿? 我觉得应该放在旧打印机的地方。但是旧的还能用,我们打算继续用它。好吧,那新的就不能放那儿了。真糟糕,要是能把新打印机放在门边的书架上就好了。 可是那里只能放一台。是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房间的另一边。对,放在窗边怎么样? 不错。一个男人在跟他的太太打电话。他要买什么? 喂,我在回家路上。好,你能在路上买点东西吗? 没问题。 你想要我买什么? 我们得买点牛奶和面包当明天的早餐。牛奶和面包,知道了,要几盒牛奶? 一盒就行。好的,其他的呢? 等等,让我看看还有没有黄油。好,还有。好的,啤酒还有剩吗? 有,还有一瓶。好,那现在不用买。 对,没事了,谢谢。他要买什么?
一个男人在跟他的太太打电话。他要买什么？喂，我在回家路上。好，你能在路上买点东西吗？没问题，你想要我买什么？我们得买点牛奶和面包当明天的早餐。牛奶和面包，知道了。要几盒牛奶？一盒就行。好的，其他的呢？等等，让我看看还有没有黄油。好，还有。好的，啤酒还有剩吗？有，还有一瓶。好，那现在不用买。对，没事了，谢谢。你正在听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是什么？今天早晨天气晴朗，但是下午会转为多云天气，到了晚上会下雨。这场雨将会从今天晚上持续到明天早上，然后天气会再次放晴。天气预报是什么？你正在听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是什么？今天早晨天气晴朗，但是下午会转为多云天气，到了晚上会下雨。这场雨将会从今天晚上持续到明天早上，然后天气会再次放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讨论公司的名片设计。他们决定用哪个设计？我们有一些新的公司名片设计，你觉得哪个最好？来看看，我觉得公司的名字应该大一点。行，那就是这种了。对，我喜欢这种，因为公司的名字大，而且在上方。这里有一张留了放照片的地方，你觉得呢？我觉得这样会让文字变小。对，有了图就不太看得清文字了。好，那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吧。他们决定用哪个设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讨论公司的名片设计。他们决定用哪个设计？我们有一些新的公司名片设计，你觉得哪个最好？来看看，我觉得公司的名字应该大一点。行，那就是这种了。对，我喜欢这种，因为公司的名字大，而且在上方。这里有一张留了放照片的地方，你觉得呢？我觉得这样会让文字变小。对，有了图就不太看得清文字了。好，那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吧。Did you get it right? I hope you learned something from this quiz.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See you next time. Hi everyone, I'm Gabriella. How are your Chinese listening skills? In this video, you'll have a chance to test them out with a quiz. First, you'll see an image and hear a question. Next comes a short dialogue. Listen carefully and see if you can answer correctly. We'll show you the answer at the end. Are you ready? 一个女人在问一个男人，公交车站在哪儿？公交车站在哪儿？不好意思，请问你知道这附近哪有公交车站吗？有，先直走，在第二个红绿灯右转，然后在书店的拐角左转，你会看到一个银行，公交车站就在银行的前面。明白了，非常感谢。公交车站在哪儿？一个女人在问一个男人，公交车站在哪儿？公交车站在哪儿？不好意思，请问你知道这附近哪有公交车站吗？有，先直走，在第二个红绿灯右转，
然后在书店的拐角左转，你会看到一个银行，公交车站就在银行的前面。明白了，非常感谢。一个女人正在和她的老板说话。他们开会时喝什么？今天下午，我们要和纽约办公室的麦克开会。我们还剩什么饮料吗？有一些咖啡。嗯，麦克不喝咖啡。有瓶装水吗？有，应该还有一些。很好，很好。您需要什么吗？一样的就好。他们开会时喝什么？一个女人正在和她的老板说话。他们开会时喝什么？今天下午，我们要和纽约办公室的麦克开会。我们还剩什么饮料吗？有一些咖啡。嗯，麦克不喝咖啡。有瓶装水吗？有，应该还有一些。很好，很好。您需要什么吗？一样的就好。一个女人正在和店员说话。女人打算买哪台电脑？你好，我想要一台很轻的电脑。好的，这台怎么样？这台很薄，也很轻。看着不错，它能看 DVD 吗？不能，那台可以看 DVD， 不过它要稍微大一点，而且更重一点。这台太重了，我要之前那台。非常感谢。您可以在白色、黑色和银色中选。我要黑色。女人打算买哪台电脑？一个女人正在和店员说话。女人打算买哪台电脑？你好，我想要一台很轻的电脑。好的，这台怎么样？这台很薄，也很轻。看着不错，它能看 DVD 吗？不能，那台可以看 DVD， 不过它要稍微大一点，而且更重一点。这台太重了，我要之前那台。非常感谢。您可以在白色、黑色和银色中选。我要黑色。一个男人正在和一个女人讲他的旅行行程。男人什么时候回家？你下周要去旅行，对吗？对，我下周二去香港，会在那里待两个晚上。接着你去台北？对，我星期四去台北，在那里过夜，然后回家。所以你可以参加周六的会议，对吗？是的。男人什么时候回家？一个男人正在和一个女人讲他的旅行行程。男人什么时候回家？你下周要去旅行，对吗？对，我下周二去香港，会在那里待两个晚上。接着你去台北？对，我星期四去台北，在那里过夜，然后回家。所以你可以参加周六的会议，对吗？是的。一个男人正在打电话订披萨。男人点了哪些食物？您好，这里是披萨站，感谢您的来电。你好，
我想要一份大蒜番茄披萨。一份大蒜番茄披萨，好的，要多大的？大号的，请把它切成八块。好的，您还要点别的吗？我还要四根面包棍和两罐可乐。好的，我们大概40分钟后给您送过去。男人点了哪些食物？一个男人正在打电话订披萨。男人点了哪些食物？您好，这里是披萨站，感谢您的来电。你好，我想要一份大蒜番茄披萨。一份大蒜番茄披萨，好的，要多大的？大号的，请把它切成八块。好的，您还要点别的吗？我还要四根面包棍和两罐可乐。好的，我们大概40分钟后给您送过去。Did you get it right? I hope you learned something from this quiz.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See you next time.一名男子正在打电话给餐厅。餐厅什么时候关门？请问，你们营业到多晚？我们营业到晚上11点，不过最后点餐的时间是晚上10点。太好了，我以为这么晚了，你们已经关门了。我们以前是晚上10点关门，不过现在延长了时间。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们星期天是晚上9点关门。好的，我知道了。餐厅什么时候关门？一名男子正在打电话给餐厅。餐厅什么时候关门？请问，你们营业到多晚？我们营业到晚上11点，不过最后点餐的时间是晚上10点。太好了，我以为这么晚了，你们已经关门了。我们以前是晚上10点关门，不过现在延长了时间。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们星期天是晚上9点关门。好的，我知道了。丈夫和妻子正在网上购物。吸尘器什么时候可以送到？你觉得这个吸尘器怎么样？我觉得看起来不错。你要买吗？是的，大概3-4天后送到。我们得确定一个日期。下个星期六怎么样？我们星期六早上要去打网球。对啊，星期天会更好些。好，就星期天吧。对了，星期五晚上别忘了早点回家，星期六要很早出发呢。我知道。吸尘器什么时候可以送到？丈夫和妻子正在网上购物。吸尘器什么时候可以送到？你觉得这个吸尘器怎么样？我觉得看起来不错。你要买吗？是的，大概3-4天后送到。我们得确定一个日期。下个星期六怎么样？我们星期六早上要去打网球。对啊，星期天会更好些。好，就星期天吧。对了，星期五晚上别忘了早点回家，星期六要很早出发呢。我知道。一名女子正在和医生说话。她每天必须吃哪种药？吃多少？
这样，我给你开三种药，每天晚饭后吃。好的。你一次应该吃两粒圆形的药片，一粒胶囊，还有一剂药粉。好。我给你开三天的药，如果三天后没有好转，请再来一次。我会的，太谢谢您了。祝你早日康复。他每天必须吃哪种药？吃多少？一名女子正在和医生说话。她每天必须吃哪种药？吃多少？这样，我给你开三种药，每天晚饭后吃。好的。你一次应该吃两粒圆形的药片，一粒胶囊，还有一剂药粉。好。我给你开三天的药，如果三天后没有好转，请再来一次。我会的，太谢谢您了。祝你早日康复。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说话。谁和男子住在一起？最近找个时间来我家吧。谢谢，不过我觉得有点紧张，我想在见你家人之前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行啊，我爸爸是办公室职员，他的爱好是钓鱼。我妈妈是家庭主妇，她很会做菜。你有兄弟姐妹吗？有，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姐姐结婚了，现在住在国外。我弟弟在读高中。真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想认识他们，和他们聊一聊。谁和男子住在一起？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说话。谁和男子住在一起？最近找个时间来我家吧。谢谢，不过我觉得有点紧张，我想在见你家人之前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行啊，我爸爸是办公室职员，他的爱好是钓鱼。我妈妈是家庭主妇，她很会做菜。你有兄弟姐妹吗？有，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姐姐结婚了，现在住在国外。我弟弟在读高中。真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想认识他们，和他们聊一聊。一名男子在眼镜店。他会选择哪一副眼镜？您好，您是要买眼镜吗？是的，我的眼睛最近变得很差。没问题，你想买和现在戴的一样的款式吗？我戴方形的眼镜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试一试别的款式。好的。这个圆形的怎么样？我觉得不适合我的脸型，我还是买和我现在眼镜一样的形状的吧。有黑框的吗？当然。这个怎么样？不错，我喜欢，就要这个吧。他会选择哪一副眼镜？一名男子在眼镜店。他会选择哪一副眼镜？您好，您是要买眼镜吗？是的，我的眼睛最近变得很差。没问题，你想买和现在戴的一样的款式吗？我戴方形的眼镜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试一试别的款式。好的，这个圆形的怎么样？我觉得不适合我的脸型，
我还是买和我现在眼镜一样的形状的吧。有黑框的吗？当然，这个怎么样？不错，我喜欢，就要这个吧。Did you get it right? I hope you learned something from this quiz.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See you next time. Expand your vocabulary with our Core 2000 Words ebook. It's free and packed with essential expressions that you'll use on a daily basis. Start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today.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download your free Chinese ebook before it's gone.